是七夕，两位就是神仙一样的一对璧人来到我们鹊桥之上，别忘了鹊桥。对，这是我们的传统，拿着面人去鹊桥上许愿可是很灵验的。好，帮我们念一下。哎，我来买，要两只，三只。可以。嗯，对，特别享受，没错。看一眼洛夫二位啊，下一下是年少，下一个下一个，然后我再见。这个通过了。刚才一直都摆摇。对啊，你对对对，你看，哎我看，哎对对，快多了。你懂不懂怜香惜玉？有人抢我山竹了。来，好，一进。